十年寒窗苦读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我等且为因为这虚妄的儿女情长，就放弃功成名就的时机。对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要进京参加科举，是希望砸了姻缘神像，为我等壮情。对，谁敢？程双狗，你饶过我等了。你们要考取功名，翻不着砸了姻缘神的名字吧？你们现在脑热，那以后呢？一辈子不要姻缘了。当然。 二妃官，怎知官之乐？砸！不行！住手！让开！砸了这姻缘牌！不能砸！小雅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走。神大人莫怪，为了保你平安，我只能先把你锁里面了。何必多管闲事？我作为媒人，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砸姻缘像啊！信这姻缘神，还不如信你自己。不要对姻缘神不敬，我们不能因为事到乱了就破罐子破摔。当媒人的都不信姻缘神了，那全天下还有谁信啊？我看也就只有你信了。他要真这么有用。 这岳阳城这一年也就不会这么乱了。虽然你说的有那么一点点道理，但是我还是相信总有一天否极泰来。上来。 还写，我现在来雪中送炭，小雅会不会觉得很激动啊？公子，我看你还是先别激动了。哎，你为什么背着小雅？是不是男女授受不亲啊？嗯，你放我下来吧。你脚有伤？小雅，你受伤了？楚毅，你又惹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不关他的事儿，是我。小雅，我带你去医馆吧。不用。 哎呀，来吧，他说了不用了，快去请大夫。是，小雅。